昨天预习的课文了解了张杰这篇花旗菜的那种快乐跟小时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上汉语课，你回答问题回答得很好，很清楚。谢谢老师。汤姆，快要汉语考试了，除了课本上的作业，你还要多做汉字练习。老师，汉语不难说，可是很难写。我常常说得对，写得不对。汉字要多写，多练习。安妮写汉字写得很漂亮，你可以问问她怎么练习。谢谢老师。哎，安妮。安妮，我问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写汉字写得不好，常常写不对。你汉字写得很好，怎么练习写汉字呢？你跟我来。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你跟我来吧。哦，学习书法可以练习写汉字，对吗？对，在中国，书法是艺术。学习中国书法，除了可以学习中国的艺术，还可以练习写汉字。书法难学吗？书法不难学，很容易，很有意思。你看。你来试试。好啊，我试试。书法真有意思。嗯。